请问是西西鱼吗？呜呼，被认出来了，打起精神吧各位。不不不，还得看看他是不是坏人。我早该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，现在怎么办？该以什么方式打招呼？酷一点的，活泼一点的，成熟一点的。不，已经超过0.8秒没有回应他了，他一定开始讨厌他了。啊，被讨厌了。无所谓，最好别更新了。是我，你怎么认出来了？我今天做成。为什么要说自己丑？为什么要说自己丑？这没什么，我们都知道他特别棒，不是吗？可以合个影吗？当然可以啊。不可以？你是说要拍着糟糕的发型、疲惫的面容和这混乱的穿搭，没人会不喜欢围巾小狗。 pose， 他需要 pose。 危机解除，拜拜。我就知道他可以应付一切，今晚可有的忙了。以后出门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外形就交给你了，叶叶。这还用你说？我准备了32种意外情况和56种应对措施，除了遇到观众，还得想想世界末日。可爱的，哦，我得补充一点，下次得把防身工具带上，万一遇到变态。变态？什么变态？我想了一个视频选题。